据本台了解，在赣村不服大哥的情况非常普遍，请看前方记者发来的视频。不服，肯定不服啊！沧江区、珠山区、无量县加起来人口还没有我的多，我的 GDP 和教育水平那可是 number one， 好歹我也叫赣东北聚宝盆呢。对，正确的排法是江西省乐平市浮梁县晋德镇。干嘛呀？